嘉义博茶会高人气，一连邀请到名模网红来体验阿里山高山茶的魅力。名模瑞莎在现场阁和翁章良来一段舞彩段，现场游客纷纷围观瑞莎的高人气，为博茶会加添了知名度。超不巧，第二个可以再一次，第二个，对，第二个，看看现场做的对不对？来，这样，真的很厉害啊！啊，所以我找一个欧洲领队直接来这边挥一个。另外，网红罗拉和馆长翁章良也在博茶会设贩手摇茶，把高山冷泡茶加入家己的葡萄柚和梅仔汁，才适合少年朋友人手一杯，而且家己做的更加好，更加健康。其实我平常不太喝饮料的，所以我觉得那个手摇还有茶，它的感觉就是很天然，然后很就是在地的味道，非常好喝，然后味道非常棒。希望年轻人也可以多尝试这种感觉。翁章良指出，茶的变化真多。会当做冷泡茶，也当搭配水果和果汁，绝对比外口买饮料健康阁好啉。尤其是制作简单，伫厝内面就会当家己来调配。那这一次实际上请他来，特别希望示范，实际上茶有各种喝法，而且茶哈本身的包容性非常的大，所以它可以跟其他的果汁或者其他的东西做结合，那当做一个冷饮，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喝的哦。那实际上平常你在家里面，你可以买嘉义的茶叶。然后放在冰箱里面，你就做冷泡茶。它的茶叶绝对比你到一般的商店里面，你去买那种罐装的茶，绝对会好很多。因为这是所谓的嘉义最好的茶，所以你自己做冷泡茶非常简单。博茶会进入最后几天，趁着这礼拜放假来嘉义博茶会，把握时机饮好茶。记者黄佩盖冠采访报道。